本我都不管的。以王的创意多别人，那金王给心多做一点让步，一点让步，一点让步，这个是精神，这个是精神。因为的就是，当你趴下去，我给你招数了，把钱赚的精神都输了，我马上告别人来努力，这个努力难做。那今天你看比你要也许的努力。但是咱对咱家己这个精神自信，咱家己一定爱坚持，因为咱方向好走。咱的方向是咱大，咱的方向是咧正确，咱一定爱从方面出发。不方不成，不方不成，愚公移山，始终原地。这个我相信我，咱过去咱是学习的，老师讲的大单，愚公移山，是啊，这愚公，是啊，算是关键。因为伊若要把拍过，要把拍过，头前会包，唔敢拍过，爱射一粒山射到你背过。啊，这愚公呢，伊就当日把你背到山到，但是讲啊，愚公啊，今日伊就当日哦，爱射一粒山，一粒是两百公里过，伊讲我一世人都袂过，我就我的囝袂过，我的囝袂过，我的孙啊滚！我的孙辈辈辈辈到我的干孙的辈，我的辈辈有情绪不辈。所以呢，愚公移山这个过程，咱应该来陌生。咱今日咱家己爱相信咱的心得，相信咱家己的心魂，咱能对家己放心，不怕不熟，只怕不胜，连连里面得安全。想家是你不信，只怕唔惊你不信，只怕的你不信。我较早吼去迄个中央大庙，迄一个迄个叫做迄一个河啊，叫做冰河。哦，迄个冰河，但冰河迄顶悬吼挂一层冰啊，啥物？啊，迄个真正无出名，迄个冰河不挂一大个当中，即个，为人拢知伊个。迄真是一个迄一个河马顶悬站了，伊中央大庙，迄连啊十七度迄个。真正咧好好做，要行嘛无作小心，对一粒高做一粒好，你若无作小心，你真正叫落。但是你若是一日不小心，我们不熟嘛，一日叫你有眼呐，有眼的，不然你若怎么肯定是爱比他们人有眼多。哦，一日老实那嘛无事，但是咱咧肯定要作小心。所以呢，一定虽然是。一好真好个病，但是你嘛是惊较做安怎？我这就是咧甲恁教啊，咱伫修行个内底当中，一定着安那精神个感觉吼。心要紧着听话，心放咧做听话，听话来做，怎么要紧？一个心当下，咱讲过，一个成功者，一定要靠努力，吼、哦。那不努力呢？成功要靠努力嘛。好，哎，我不努力，什么靠努力？他不努力呢，就很轻松了。成功要靠努力，努力不一定会成功。这个我也会讲，讲错了，忘掉。你今天你到了你会，到了不代表你有问题，好难不代表你会低一点，你会有一点大。但是你无讨论，你没有机会。安尼听无？咱若赢，我会落的，我当然打；赢落的，我就不爱打。你永远没有机会。咱今天不是啊？你唔好想，哦，我想，你要求很多的条件，你有要求你就给我，你有要求你就他比较不起来。前辈先来看他，你有按照前辈先来看他的条件。哦，所以这点很对头。我想过这个，心风不定，它这个心怀功利，这个心风啊，比喻功利，它看结果。郭台铭他们功利，台积电张忠谋他们功利，不是理由，一理我就是成功，我就是这样。但是呢，不成功的人，是对的理由，那是安错了，安错了，安。对不对啊？给你的那五张，那五张，
公司对抗好人，绝对没有用处。那么人的成长没有极限的，只要你愿意转的思考，随时都能跨越你自己的方向。成功这个人的行动是无平衡的力量，没有极限。你问问我，我干呐尔，我着做事尔，我着举起头尔。你也知你的囝生出破处，啊，伊去破处的时候，我讲我囝生出破处的，因为人没有极限，咱人肯定无极限，咱当做囝生出，咱看有你五十年前，我啊，你电话有，是不是啊？我啊，这七块钱啊，我啊，连你手臂啊，这别啊，连手臂啊，有无？那你要看，但是。在到的时候，经过几十年当中，科学家我都可以到这个力量，甚至科学家我都最高的这个地步，我的心情，很好舒服这个人。不过呢，这都是人的头脑想出来，所以人仍然是能力是没有极限的。你唔能把你注定先该做出去，你唔能固有做唔明白，你唔能变做。你不知道你的心口上，但是你提早把你自己弄出去，那个的阻力很大，所以阻力很大，所以随时能够跨越自己的方向。那我把你这个方向，这个一小点，马云教你如何突破自己，一下发展。马云是哪个人？他笑得很好。他比较好，年纪比较大，我们是这样的哈，应该大部分都了解马云这个人。马云这个人是台中国百分之十的发行公司的啊，哦，是发行公司啊，以这个企业派的比较世界来领导。所以马云能够一个人干，这个人如何突破阻力，如何突破阻力，给这个人背量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是永不放弃，永不放弃。那对新华科，因为以前嘛，以前的工业是没有，我讲一件事，我永不放弃。对肯定，我坚持我肯定。所以你讲，第一步是选择，第二步是坚持，第三步坚持，第四步还是坚持。选择。咱家己选择，你这事要你选择，你会坚持你这事业，无成功就放弃。哦，咱家己选择咱的事业，咱家己选择咱的工作，咱家己选择咱做人才，咱家己选择咱替天做代志，咱家己选择，那你自己该选择你的定位，你就要坚持，你要坚持。所以，那么然后。非常成功，爱克服自己的毅力，坚持的意志力。所以，你感觉得细化的练习。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后天还就没有。今天很残酷，哪里叫残酷？哪里是残酷？任何选择都是。好，第二个，你要把第二个把这个东西，哎，过滤过滤再收拾。他这个过滤都没办法。后悔的孩子被讲错碎了。哦，陆桥，啊，陆桥不保存啊，陆桥不读为正的，人家讲话不雅。九门课都要教的。问在电器别的你，给你喝好的，吃的好好的，你啥子都，但是你花一些欲望你肯定不好。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财富，而且你。你能讲没有吧？我不讲，我不讲说起。但是你还是转换，转换你家的口语。这里两位作用大没有？你不是我那单单的。我老爹都拿不出来，我爸爸不讲。我看着，你讲说起的时候，我那边破产，我那边花钱，那个国内啊，国内你听我，一石头嘛，石头嘛，一头嘛，我几年的拖刀，那是两年的。要不要？
安安详详。我们是讲啥话？会多方。会讲不要讲啥话。啊，看着一年内一直的时阵，讲四十八个电话，啊，报电话，花车啊，你讲花车啊，讲，啊，讲报长工，那做好点点，哦，上班了，啊，上班了，那，那上班点点不要点钱。做点不一样好玩的，要不要上进去啊？人到那个方面哦，好，那其实都变不了，他们加那个钱了了，但是那个他们没有钱，根本就，哦，你有残酷，对自己真的残酷，每天对自己太过于宽松，但是第二天、明天还是残酷，但是你熬夜，你看的不一样，你就走向那个。一个人吃到了，伊要改变，我们吃到了，吃不得了，吃到伤胃啊！迄个叫做，迄个什么人？迄个叫做卫生部部长，什么人？陈老，李馆长，我抽烟52年老烟枪，老烟枪啊，52年的老烟枪啊，你可别被我带毒进去，我怕死你。哦，换到一根烟，那下次我们的神仙，对不对？东南方的气氛啊，好、哦，那是新鲜新香啊！你们叫我拜读这个香，搞不了。但是应该执行，终于应该行动。有残酷对自己有残酷，咱较早，咱较早有代表有一个迄、那个啊，什么建议啊？我袂不分得，伊咧会食鸦片哦，会食鸦片，但是为着要戒鸦片。伊所系关于一间迄个伊个，伊甲关于一间伊个方面，伊讲在说咧，伊讲咧讲，我阿咧要求咱人，哎呀，你拢冇参保，伊伫迄个内底安尼病，安尼病，迄阿个见见，阿会去想咧，会去想咧，去想咧，阿咧病，阿咧病，病，阿只手拢冇开，甲第八天出来，阿只无聊，伊迄个毒瘾呐，贵啊！所以你家己做这个业，你对家己残酷，你个对家己残酷上好。咱业绩大来业，咱业绩大来业，咱都无钱。但是咱是不是有对家己，你收完了这个大标，咱家己直接对自己残酷点？那安尼大家方才能够做出这个，那无你另外无法讲。所以呢，大多数人死在民间的。明天的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我是我们摆到手上，那好幸运，他为了好命，我错我不忙了，我不能给你的名额了，看不到后天的，你在你后天才是真正他要好命，他才需要的东西，唔不能比金钱的特别，所以呢，我想呢，比谁来好一些做这事。你们给阿别人唱的，都比吉他好，比吉他好，比你也耍得
意思来当中能看见老天爷，那才对。你说的好，到冬天不要没气了，把酒泡，让现在谁都明白，让现在谁都明白。所以你今天这个新佛教，伊不是天顶挂的天，他们天呢要下来。过来，同学，喂，公牛还没来，怎么样啊？啊，我要去那些地点，还能后面还能行。这轮好像有来充的，那个官大人呢？官大人又挂法师呢？贵气的佛教，我给你。这个变北一米八六，好，你这就结完了。基本上我们四道是啊，六十几分，一年内有六十几分的下面还有一半以上没有六十几分的，一半一修呢，没六十几分了。那个北一里建筑那个西路里，你把库做为好，你换来想在今天的建平台，那你呢？大家怕了什么？然后家里呢？那么想，今天这个人，那么数年寒霜无人问，一路成名天下。咱无了解人世间吼，伊讲，毕竟咱他们爸爸里啊，爸爸头从小泡火，他的压力很大，不是来自于他的爸爸马上一下，他来自于他养育在他的心里，今天多压力。不休息的，不就能做什么呢？但是他的使命、他的责任、他的压力，心术加难在。懂？那你修行，现在那边前面这些感情，心术加难在，说明大点，心术加难在。你就是要去承担，啊，你承担就有压力，你承担就有压力。所以今天我们两天在聊呗，今天呢？要不断的超越自我，不断超越自我，把你的一点能够跟随神功者，跟随着新风教。今天来的新风不是我，而是经过千锤百炼、挫折之中，不放弃，继续努力，而所得到的答案。今天来，新风教几千万的内部不是我。因为你已经对千锤百炼，那化解了，那个解离，化解那个电缆器，化解那个前部下，化解那个钢丝，打开里面，打开钢丝下面后，因为不是事实的，当然一定不能当当的下面，因为贵体不断，你得有不断的画面，不断画面，修正贵下不断的，到要不断的要求。心里面在对内里帮助，他不是没有原因，但是你一定千锤百炼，你挫折之后不放弃，继续努力得不到他。你看你那天回去了，修得你不拿掉，修得的心脏管不对，修得的心脏管不对，心脏任他的所有的都能接受，不是会有的，不是的。放慢点你，就见你，跟着一起来闹翻，闹翻，哎，闹翻你，那边有一直光顾我，不是掉掉会不会打到你身上来说啊？啊，挂哈，站到床台，我一边往里去，我一边把它拿够，哎，不是掉掉吗？曾经你曾经你学到多久了？你跟着我挂。很久了，很久了，他很笨，很笨。我当年有一天，他很笨，很笨。有些时候说笨还不够，要倒班。笨还不够，要倒班，大事过了。结果现在开始了，一百八，工资可能有点少。因为我们能接受前辈的指导，哪能敢高起来的话，哪能敢低头？嗯，好，大家来看。
会在那里面，实际的人他懂。这两件会上，你一定要接受前辈的教育，而且你要聆听教育。这个圈对了，你的人生就对了。另一件缺，这个缺，理解缺了诈骗集团，你已经在行。理解缺那里不管集团，那你已经在行。那你的这个缺，套上这个缺，光明磊落，那你这个缺是对的缺。所以贵族能够进去和司机沟通。今天我去了一下，一七五八，一三零八，好，一三零八，给你进化空间。所以你那边一场进两点，一场进两点，那才是贵族。比他们，他们比他们强，你会走得很高方面。你跟产品会。你会踩到很多差点并非问的一样去那样讲，你要诈骗集团讲，你是诈骗集团的，你有点姓名名，老板你给他姓名什么？为你姓名是不能够苗随凤凰飞得远，人随圣贤名得吗？这个写下来，然苗随凤凰飞得远，这个我讲讲到哪里？大家那个喜欢，这些教。也既有不管，但是比如现在叫既有不管，也没有不管。但是咱的因素呢，现在叫红红的，红红就是鸟类羽毛的相爱不管。所以咱的人结婚的时候，那会加红红的这地方，上天相爱不管，对。哦，所以凤凰对，哦，凤凰对，啊，这对的是哪？红的人在当，红的人在布，红红的人在做。然后凤凰齐鸣啊，凤凰齐飞，大智慧变虚无。所以啊，贵已经贵成了，没有贵都没贵的钱。那么地位，那个艺术的钱多叫的来钱，没有贵的一点贵。那够我们看的方法呢？这是重点里面，所以要跟随成功者，跟对人对，要对。贵已经贵成了。我们的团队，也上结交正能量的朋友。如果你懂得选择正能量的人做朋友，我坚信你未来不会太难。第二个，要选择结交正能量的朋友，既然共和国啊，没有能量，那共和国就是是是非非，哪进来的？这个人里面能量消减，那现在共产会就是能力高标，那肯定会有些对下来的东西里面，从一点爱会正能量，所以你八正道里面好像五处为对称啊，正语、正思维，那是正见或这个一个见，不想够一点正。那个正语不是善语哦，不是邪语哦，不是恶语哦。那个一言多学相方便挑一个，你佛教有佛八正道，八正道正道正是圣人认走的路线，也就是八圣道。那个正叫做平等，那个正就是没有恶语，那个正道。所以圣言里面让公给这个正语共和一样，他没有恶语，他没有思维，他没有理。所以这正能量的朋友，都是一定要给他看家，给他修房，给他做人，给他解决东西。那你见不见贵体跟他看家，敢过来说话不去，敢在我面前我面前说话，是事实啊。但是呢，你那个修路也得贵体见不见敢干，敢在我心里呢用得进贵体见不见解决他们的地方面，那去用掉呢？进用意为里面必须来必须先有见不见会才能在这叫婚前的必须来我们才有机会我们未来一有成长那个爱想以何成功如果那个员工大的前辈讲他看见关了黄马奈何你就没有责任他连哪的人都因为你不变所以你现在定位就讲如果先进你不会太差
所以巴圣道来的，巴西这巴圣道超级这双证照，这双证照，这双证照就是什么？证件，一九这个证件，那你跨到的时候，就是为了避免你就是里面，但是他们跨到的是什么？那跨到的解脱道，就是该跨的那个境界，属于那个什么？那你长兵看过没有？那你长兵，突然间跪下，很坦白的跪下，他当兵的。那你长兵，哦，可以让你前跪下来摆幸福，这本书，可以让你前跪下来跟我念。那你输，还是咱心怀明念，就是拢家己一套的物件，你自己想一想。哦，我袂用钱头啊！哦，我着用钱，哦，钱过我着用，哦，起来了，我就已经改观。你有这个思想，啊，安内把那我们的思维，把偏见当做正见，所以高贵富贵难，为什么？证明永远一句三言，二语三语，永言永物，天也难大，妄言妄物。他是这样，那你家庭没和，家庭没分配，就是恁讲话有问题，恁讲话有问题，恁对恁家里的事情有问题，麻烦老师，恁麻烦老师呐，先来教，我来帮你们来搞钱，那是什么意思啊？恁这家庭不好，你讲老板，恁你得来，点点的多要的是不安，要你怎么？暴力的女人，暴气的女人，还有批判的女人，还有酸言酸语的女人，这对那些共产党的共产党对那么恶毒，用这个负面，你顶风破马，然后你一场空，放进马桶里拉不走，这对我发怒，所以这个为人来天，为人家庭的光荣，为人家庭的幸福，不能对着他来的光荣，不能对着心中的光荣，不能对着表面世界的光荣，你一定要很小心。你为什么在两边，我在前头，爱问他，你问他，你先把问他，那他进来就刚好你是不好，啊，那不好，就不是那个你不好，不好开始，还很好，嗯，打电话，就辛苦，碰了不会歇，不会歇，休息，不辛苦，或许呢，还后面还有一小时，那小时到十一点钟打吃。的情况，我们也是做不同的收获啊。你啊，好，进化完工这些收获，最后能够我们同学们心情愉快，非常好，谢谢各位，谢谢。所以目前几位前道之功，温道之功，能再次几位，来谢问长经，当然。